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开他玩笑的那个朋友，以后要从你的朋友名单里面划去，因为他不是玩笑，看起来他在开他的玩笑，实际不是在嘲讽你吗？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你就想，连这样的朋友都敢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公然的去说你就是一个无用的家伙了，我就说你女朋友这样了，你能把我怎么着了？你还这么沉沦吗？不可以啊，你得起来呀，别趴着了，兄弟，真的，我真替你着急。我想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起来。我也不觉得您特别适合谈恋爱，现在，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其实他们的意志品质都是超于常人的。我觉得只要你想，那一二十斤的肉根本都不是个事儿，只是你不想。那我就想明白了，为什么你不想？因为你觉得他不值，他也不配。与其这样，不如各走各的路，你们把自己打造得更好，自然会赢得你们想要的爱情。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也没有说是不想回你信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玩游戏，就是那个情绪点到那儿了，你有的时候打电话吧，可能就是我没做到那块儿，但是我就不希望你对我不信任，你见面非得要查手机，而且我走到哪儿我都要跟你报备，这种的话就是让我感觉挺不舒服的。其实我不是说不想让你玩游戏，我在你身上只是想要安全感，就是我找你的时候你能随时都在。哎，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我怎么听最后那60秒的这个告白，好像你们四位的话他们就没有听见？对，没。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向上的一个原因吧。来预测一下结果，我就说他们不会出来吧，因为真的不合适。他们会出来的，双出。女出男不出吧。双不出。双不出应该是你心里的那个想法吧。对，看看他们自己作何选择，请开门。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t, that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 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 yeah.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 I won't stop to the top, so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have it doused,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d.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bitch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Slow burn like a diseas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